沙漠中突然长出一张人嘴，是沙漠成精了吗？蝙蝠侠的专属符号出现在屋顶，难道蝙蝠侠真的存在吗？所以今天探讨的话题就是七个神秘的地方，一起来看看吧。南极金字塔。我们都知道南极洲是一个充满冰雪的地方，最近在南极洲发现了一些金字塔。一说金字塔，就会想到埃及金字塔。但是这些金字塔是在南极洲，有人猜测这里曾经属于埃及，或者是外星人留下的产物。地质学家表示，这些金字塔形状的尖顶只是山峰，山峰在冰雪的不断冰冻与解冻过程中被水侵蚀，就形成了这种特殊的形状。神秘三角形。亚利桑那州有一个神秘的三角形符号，很像哈利波特中死亡圣器的符号，不过在这个符号中还少了复活石。这个符号是我们的祖先留下的，还是哈利波特留下的呢？其实这是一个废弃的空军基地的飞机跑道，这个飞机跑道自从上世纪中叶就被关闭了。星形建筑。16世纪末，荷兰为了保护城市免受西班牙侵略者的侵害，设计了一种星形的建筑。这种建筑与传统的常规堡垒相比，增加了进攻障碍。此外，该建筑的外侧还有复杂的护城河和要塞系统，这个建筑帮助荷兰捍卫了主权，现在这里成为了一个繁华的都市。达尔富尔之吻。这张照片是不是很像艺术品？但是这是真实存在的景观。这个嘴唇位于苏丹达尔富尔高原，是一个在沙漠中的山丘。如果寻找到合适的角度，你可以看到它和人一样的比例。当地人认为这个嘴唇是非洲大地在向天堂表示对水的渴求。撒旦符号。哈萨克斯坦有一个奇特的符号，这是一个匿名用户在谷歌地图上发现的，是一个五角星的形状，与撒旦教有关。记者对这里进行了调查，这里没有吸血鬼，只有一个大公园，因为哈萨克斯坦是前苏联的一部分，而前苏联很流行这种符号，所以这里被认为是苏联的遗址。死亡岛。电影《加勒比海盗2》中有一个岛屿，这座岛屿叫做死亡岛。死亡岛的形状和骷髅头相似，这座岛是真实存在的吗？其实这座岛在加勒比海是不存在的，当时拍摄的时候是在巴哈马群岛拍摄的。蝙蝠侠标志。日本的一栋建筑的屋顶上面有一个蝙蝠侠的标志，这是怎么出现的呢？难道蝙蝠侠真的存在吗？这栋建筑是属于美国空军的空军基地，他们的军队标志就是蝙蝠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。一日传播奇闻趣事的兔子。